酸味食材来做菜，这个夏日开胃又美味，一下子就把我的味蕾给勾起来了。酸角炖猪蹄，外脆里嫩，上色好，有何秘诀？今天确实让我开了眼了，原来焯水的时候，贵州菜酸做基底，做啥都好吃。整个贵州省可以说家喻户晓，贵州有一句话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酸酸。本期节目用云南果酸和贵州发酵酸，拴住您的心。哎呀，朋友们，最近天太热了，这天一热呀，我就没什么胃口，食欲不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心慌意乱。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啊，感同身受？为此啊，今天我们节目组特别准备了一个主题，就摆在我面前呢，说只要吃了这些，你立马能够食欲大振。都看看有什么啊，呵，水果呀，哦，柠檬，这我爱吃啊，泡水喝特别好。百香果，嗯，哎呀，好酸啊。嗯，橄榄，酸甜酸甜的，我有点流口水了。您别说，我这吃完之后马上不一样了，食欲大振呢，看到什么我就想吃啊。这酸呢，确实能让人生津止渴，健脾开胃，消食解腻。酸能给人打开味蕾，不信咱们了解一下。为什么吃酸能够开胃？首先，当酸味的食物与味蕾接触时，味蕾中的酸味受体会被激活，这种刺激能够使唾液腺分泌更多的唾液。由于唾液中含有多种消化酶，如淀粉酶，它们可以对食物进行初步的分解，而且增加的唾液量不仅能润滑食物，且更便于咀嚼和吞咽。其次，酸味食物能刺激胃肠道分泌胃泌素等激素，这些激素不仅能进一步促进胃酸分泌和胃肠蠕动，而且能够增强胃的消化活动，提高胃的排空速度，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所以胃口不佳时，适量食用一些酸味食物，对促进食欲和消化是有一定帮助的哟。既然酸这么好，我们今天回家吃饭必须呀来做一些与众不同的酸。为此，我们请来了两位吃酸大户，用酸高手，闪亮登场，欢迎二位。欢迎二位大厨。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我们把我们云南的天然酸食材果酸和用水果做的酸酱带入进步现场，给大家做好吃的菜。主持人好，大家好。咱家的菜酸我要带到北京去了，现场做菜，要让全国的朋友尝到我们贵州的发酵酸。出场挺别致啊，能不能让我掀起它的盖头来？哇，哦，这我小时候的回忆啊，酸角糕是吧？对，酸角糕。嗯，特别好吃，酸酸甜甜的。你知道你手里这是什么做的吗？是这个酸角，这个是源自于它吗？啊，对，源自于它。我能打开看看吗？啊，可以。哇，也就是说它加工之后就变成了酸角糕。啊，对对对。那旁边这个小的是啥呀？甜酸角，另外一个品种。也就是说，最开始酸角糕是特别庞大的，啊，对对对，比较大，比较长，也有这个衍生品。衍生品就是变成这个甜酸角，这个更加甜，这个更酸。那怎么想到的要用这样的一种果酸和菜品相结合？云南地处亚热带和热带交界地区，气候湿润，物产丰富，盛产酸味水果和柠檬、酸木瓜、酸角等。果酸菜肴清爽开胃，细腻甘甜，深受当地人喜爱，成为云南饮食文化的一部分。这是酸菜吗？对，这是我们贵州八大酸之一的菜酸，绝对是贵州省的省汤。今天我们做这个贵州省家喻户晓的酸菜烩豆米。我这酸角焖猪蹄。说实话，二位，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为什么刚开场的时候我就吃了好多的酸，一下子就把我的味蕾给勾起来了？
二位今天就看看你们的做酸本领能不能把大家酸住。首先我们请陈大厨好不好？我先穿猪蹄。那咱们第一步是先给猪蹄焯水。对，需要什么吗？就需要点蜂蜜。为什么用蜂蜜啊？用蜂蜜的好处就是第一口上色，第二皮脆。量是多少？20克左右吧。蜂蜜是甜的，就融入在里面了，一炸皮子就黄了，就脆了。实话实说，陈大厨，今天确实让我开了眼了，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知道原来焯水的时候可以加蜂蜜，一下子把这个味儿和色都给提出来了。接下来是现在要炸。那炸猪蹄就得用我们金格勒有机葵花籽油。金格勒有机葵花籽油原料来自内蒙古大草原，采用低温冷榨的工艺，烟点高，稳定性好，在炸的过程中不易产生其他的有害物质，十分健康。说一下，就是云南有什么特别的果酸吗？四番渠还有酸角。贵州没有。对对对。哦，贵州没有，真没有。真没有。真没有。那你说一个贵州的酸，人云南没有的。臭酸和虾酸我是比较有自信的，贵州独有，云南没有。这我口水都已经下来了，各种酸混合在一起，我太期待今天的两道菜了啊！那现在我就炸了啊，可以了吗？可以了。炸到什么程度算好？皮变碎，就是起蜂蜜起来了。对对对，起那个小蜂窝眼那种形式就对。这我就倒油了。好，您倒着油。变色非常快啊。对对对，咱这颜色就特别好，特别漂亮。接下来我就炒了，加点点油。咱们要加的是八角、干辣椒、花椒啊，放在里面炒香。然后就是放我们这个，这什么酱啊？熟番茄酱。树番茄酱啊，对，树番茄这有吗？有。哦，这是树番茄呀。对。哦，我一直以为是个大型辣椒呢，一开始没认出它来。能直接吃吗？不能，太酸了。我不信，我尝尝啊。行。我舌头有点麻，真的，这好酸啊！这我第一次出汁，我第一次，你看我吃猪，这舌头我都不会说话了，这麻的我舌头都有点打结了。然后再加个柠檬酸，这是小柠檬做的是吗？对对对对对，这是柠檬做的。已经两种酸了啊。对对对，树番茄酸、柠檬酸还有吗？没了没了。加点水，然后把猪蹄放进去，加点盐。加盐。对，加点胡椒。加点糖。对。好，再来点顶峰世家的鸡精。把它倒入高压锅，压的时间就是20分钟左右。咱们拿到下面来蒸煮，好不好？好的好。我们请工作人员把高压锅拿下去。刚才咱们用到了树番茄酱，还有柠檬酱。对。您还要再熬一个酱？对，再熬个酸角酱。酸角酱？对。怎么熬制呢？就是用水把那个酸角剥开，然后放在水里面熬化，把那个米拿出来。现在是第三种果酸了，对吧？对，第三种果酸。直接放进去就行啊。对对对，我就能把壳去了，然后把它表皮的那个一层瓤，然后去了我要里面的肉质。我们要的是整个的瓤肉，对不对？对，瓤肉。所以壳不要，然后里面的核也不要。把这个瓤肉全部熬化了。对，熬化，然后把里面的腹取出来，这就是我们那个酸角酱。大概要熬多久啊？很快，几分钟就可以了。它这个肉质很软和。它都能与哪些菜结合呢？可以烧猪蹄、烧鸡，可以蘸着吃，蘸小酥肉啊、鸡柳啊，这些都可以。炸出来的小酥肉可以蘸这个酱。待会儿我再给你做一个，让你尝尝。很期待啊。去核。对，我把它剪出来。这个酸角酱一会儿就与猪蹄再碰撞一下。对对对，再碰撞一下。我能抿一口吗？你来抿一抿尝尝。哇，就闻起来没那么酸，但吃起来特别酸。对，酸的。你尝尝，大厨。不是你咋了？你眼睛咋了？
确实酸，真酸。这个提神，提神。好，那行，那我们就进入酸牛角烹厂的那个鸡骨吧。好，猪蹄已经蒸好了啊。其实没有多少的酸味，先是猪蹄的香味。其实刚才炸的过程当中，因为有蜂蜜嘛，泛金黄，感觉特别脆啊。对，但是压完之后，很明显颜色也变得更加浓郁了，很软嫩啊。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蒜子，哦，这是要熬这个酱，对不对？对对。然后我们加的蒜子，然后有点酸香味。嗯，哎，我突发奇想，如果你说这个酱熬制出来了，能不能做火锅的料啊？啊，这个我还真没试过，现在我们下去可以试试。因为你现在吃火锅不仅仅说是有清汤的、麻辣的，还有那种酸辣的，对，酸辣的，还有纯酸的，纯酸的，特别适合与这样的酸酱结合一块儿。啊，对对对，现在我加点水。嗯。嗯。好，我把猪蹄现在给剪到这里面去。好，加点老抽，加点鸡精。各位一定要记住啊，要加两次鸡精。对，一次是第一道加工的时候，就是炸的时候。嗯，对对。第二次是我们压完之后，压完之后，对，再炒的时候再加一遍。对对对对，我再勾点芡，然后把这个汁儿收得更浓郁。啊，这边就起锅了。哇！看着就特别想吃，我都流口水了。嗯，怎么样？真酸。和发酵酸相比，它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就是这个比发酵酸更酸、更猛、更冲，发酵酸更柔和一点。嗯，我觉得您那个辣椒是点睛之笔，它这个酸里面还透着一种辣。对对对，就是酸辣酸辣的，它又不是很辣，但是酸又刚好柔和。您的这个是酸与辣结合，在口腔里不断的跳动，特别特别的提香、提气、提味儿，而且这个辣呢也恰到好处，虽然有点麻。但是在我看来是麻而不木，辣而不燥，鲜而不腥，咸而不齁，嫩而不生，酥而不烂，香而不冲，特别好吃。用云南人一句话就是太板扎了。太板扎了，太板扎了是太棒的意思。对对对，里面是太棒了，云南人说太板扎了。太板扎了啊！您做的这个酸角烧猪蹄太板扎了。对，酸角烧猪蹄已经是出锅了啊，但是咱们这个酱料是不是还要再加工一些？我把这个酱料再给你们调一下，然后蘸其他东西吃，加点白糖，加点老抽，一下变得浓郁了。大厨，这个酱好了，刚才您还说请我吃小酥肉。哎，好了。哦，就在蒸汽炸锅里。对，就蒸汽炸锅里。哇，我要尝一尝了。好，行，好好好。这个酸和这个咸，它能弄到一块去。对对对，它整个酸度就降了，就更柔和、更均衡了。它不仅降了，它还挑起了你的味蕾，它让你想吃，勾着你的味儿，你知道吗？太好吃了。源自内蒙古大草原，物理冷榨，清香醇美，金格勒有机亚麻籽油，喊您回家吃饭。酸角焖猪蹄，猪蹄加上蜂蜜穿水，锅油炸至金黄，起锅烧油，加入八角、花椒、干辣椒、熟番曲酱、柠檬辣酱，加水下猪蹄，加入盐、白胡椒、糖、鸡精调味后，倒入高压锅压20分钟。接下来制作酸角酱，酸角肉熬粘稠，加入蒜、青红小米辣，加水，加入猪蹄翻炒，加入老抽、鸡精，收汁出锅。划重点，加上蜂蜜煮猪蹄，便于炸制食，好上色，外皮酥脆。
刚才尝完了果酸，接下来呢要尝尝菜酸了。您的这个佐料一上台，这个酸啊已经是萦绕在我们面前了，这什么味道啊？今天我带来了我们贵州的八大酸：红酸、白酸、糟辣酸、虾酸、臭酸、鱼酱酸、盐酸，还有毛辣果酸。那你刚才闻到的这个是虾酸和臭酸的味道，特别浓，而且是贵州独有。这一个臭酸，用心一口，臭豆腐的感觉啊。对，这是什么调出来的？它是各种蔬菜，然后拿来煮熟，完了之后再给它打成这个酱，然后来自然发酵的。然后这个是这个虾酸，虾酸呢它主要是用于炒干锅类的菜。臭酸、盐酸还有虾酸被称为黔南三酸、八大酸，只有两种酸是不辣的，番茄酸和这个白酸，这两种酸它是一点辣味都没有，很醇厚。我们今天做的是八大酸之一的白酸，也就是菜酸。这个白酸呢在我们整个贵州省可以说家喻户晓。为什么贵州有一句话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酸酸，每家每户都有一个黑砂锅，砂锅一打开就是一大锅这个白酸。今天我们就把我们贵州家喻户晓，整个贵州没有人不知道的，就算你没有任何胃口的时候也能干三碗汤的这一道省菜来给大家分享。叫啥？叫酸菜烩豆米。首先第一步，酸菜闪亮登场。我想问一下，它焖了多久啊？7天。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就是5到7天这个酸菜就可以了。这个酸菜在做的时候首先不能洗，你看我们选的这个叫萝卜菜，萝卜菜是小萝卜，还是萝卜秧子的时候就要把这个菜拿起来，拿起来之后，因为我们那边都是泼粪水的，就是有机的，不洗，粪也不洗，不洗，先给它沸一道水，拿出来之后再放到盆里面然后再来清洗，就是先煮再洗，这是正确的打开方式，洗得干干净净的，完了之后把这个放到坛子里边准备三种汤，任意一种，一种就是烧一锅开水加面粉进去搅成面汤第二种就是我们的米汤，第三种就是玉米粉加在开水里面去搅，这三种汤都可以趁热加进去，然后再加老酸本老酸本的意思就是我们原来的老酸汤再加进去，盖上盖子，现在先给它切成这个5毫米的段，段大厨，就刚才问陈大厨，他跟果酸打交道有20多年了，您跟这个菜酸打交道有多少年了？我们贵州人在娘胎里面就开始和酸汤打交道了。那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了？我今年37。那也就是说，您已经有了37年零10个月的肠酸经历。对，接近38年，是吧？因为10月怀胎嘛。对，在肚子里就尝过酸。对。第二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做酸菜豆米必须要用到的这个灵魂东西——红腰豆。然后这个红腰豆呢，就是它长得像腰子，所以它叫红腰豆，缩小版的腰子。然后是植物里面长得最像腰子的豆，然后是当地的特产。然后这个豆呢是要经过一晚上的浸泡发胀，然后在高压锅压40分钟。现在我们开始准备进锅上火，锅烧空气，锅烧空气，那现在就烧空气嘛，先烧着。锅烧热了，然后下入猪油。它这个为什么要下猪油呢？因为酸菜就这个东西呢，它相对来说它比较素，比较寡，用这个猪油来做的话呢会更加饱满，就喝下去之后有饱腹感。然后这个油化开以后，我们就加入猪肉末，猪肉末一定要给它煸香，加入适量的盐。我们这个肉末煸的时候稍微要给它煸干香一点，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油会更香，肉吃起来也会更香，香味出来了。然后我们加入姜末，加入蒜末，香味已经出来了，现在我们要加入酸菜。煸炒的目的呢，第一个就是把它这个酸味给它更大程度的激发出来。好，现在我们要加入我们的豆汤，做这个酸菜豆米汤它绝对不能加水，一定要加纯正的豆汤，再加我们的白酸调节它的一个酸度。白酸我就直接抬着坛子干了。好，现在我们调味加盐，
这第二次加盐了吧？第一次加盐，它是让肉末入个味儿，还有呢，酸菜下进去炒的时候，酸菜有个基本的味儿，所以我们吃起来呢，汤也好喝，菜也好吃。第二次加味呢，是补它汤里面的这个不足的盐味儿。因为你第一次如果给它加足了，酸菜就咸了，就变成咸酸了。所以我们第二次加进去是让这个汤有它的一个基本的味道。第二次入汤，第一次入菜。胡椒粉，酸的东西和胡椒非常绝配。大概要熬多久啊？熬开以后，然后再烧个一分钟左右，让它豆汤和酸菜的酸味完全激发出来，融合在一起，这个汤就可以了。我先试一下盐味够不够啊？哎呀，就这个味儿，太爽了。不管走到哪儿，只要有这个东西啊，立马魂就来了啊。这用贵州话说是吃鸡吃肉，没得吃鸡酸汤舒服。哦，吃鸡吃肉，没得吃，没得吃鸡酸汤舒服。吃鸡吃肉，没得吃鸡酸汤舒服。就是吃鸡吃肉不如吃酸汤。好，现在我们可以关火，准备起锅。哇，这么快啊？就这么简单。这个酸菜它的这个用途比较广泛，它是可以就这么吃素的，然后下点面就能变成酸菜面，对，下点鱼就变成酸汤鱼，下点牛肉就变成白酸菜牛肉。酸汤对我们贵州来说是可以煮万物，叫一锅好酸汤，煮沸全世界。是啊，特别纯，感觉回家了。和在家乡做的这个有区别吗？没区别，我感觉就在回家吃饭。我实话实说，我去贵州这么多趟，从来没有吃过这个，感觉有点像主食，就很果腹。就我喝了几口之后，我就觉得，哎呀，感觉吃了很多的样子。对。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我做了一个比较，您做的是果酸，他做的是菜酸。菜酸。菜酸明显没有果酸那么的冲。啊，对对，没那么冲，味道没重，没这么重。对，就是吃果酸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有一种浓郁的感觉，浓稠的感觉，然后在口腔当中回荡，跳动的脉搏。但是您吃的这个菜酸的时候，口感柔和芙蓉，就是很清淡，但是也回味无穷。琼浆玉液清道，灵魂自在神游。就是你吃了之后，感觉灵魂和这个菜酸融合在一块儿了。所以是舌尖之上涤荡，灵魂自在神游，太棒了。本来呢，就是说我只想喝汤，但是在喝汤的过程当中，你咬一下这个酸菜，哇，又有别样的酸的味道，同时又很脆。对，这种口感让你欲罢不能，垂涎欲滴。今天两位来到回家吃饭，把我最大的难题给解开了。开头我就说了，天儿太热了，没有食欲，没有食欲怎么办？这两道菜完美解答了。回家里面吃饭就回家吃饭，对，是酸的，太好了，这样的酸沁人心脾，回味无穷，能让整个夏天不再炎热。搜索魅力厨房旗舰店，优享新米粥组合，尝鲜装，开袋即食，尽享美味。酸菜烩豆米，将萝卜酸菜切断，起锅烧猪油，加肉末煸香，加入盐、姜、葱、蒜末和酸菜继续翻炒，加入提前煮好的红腰豆汤和白酸汤，烧开，加盐和胡椒粉调味，开锅后再熬一分钟，出锅少入葱花即可。划重点，开锅后再熬一分钟，使豆米汤和酸汤味道更好的融合。这个酸我建议你喝一口，这个酸就酸得很醇厚啊，我尝尝，非常舒服，我没事我都能喝三道碗。走路打穿穿，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穿穿啊，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穿穿，消暑止渴，消暑止渴，健胃开始。您能喝几碗？三碗，我现在都能喝。哦，我可以抱着坛子喝。喝三碗才能过岗。喝三碗才有精神啊。人家都是三碗不过岗，您是喝了三碗就能过岗。对对对。